台南市有将近600个外籍劳工，但是有袂少外籍劳工拢会用假身份证件号称是外籍配合来找工作。市劳工局就提醒雇主，爱聘雇外籍劳工之前，一定要先确认居留证甲户籍填本两项正本，以免聘雇到非法外劳，将会开罚150,000到750,000以下的罚款。根据就业服务法规定，外国人甲个人结婚，并且取得居留证，毋免经过申请许可，就会当伫台湾食头路。就袂少违法的外劳，假作是外籍配偶找头路，害雇主去罚钱。政府劳工局上午举行记者会，呼吁雇主请外劳一定要经过合法的程序，也要请外劳提供证明文件的正本。逃逸外劳，他会假冒是外配，结果找拿着假的证件来应。来禁用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说法啊。他有些人都会在医院的急诊室啊，来跟你替名片外劳没有的部分，那照顾服务员外劳的没有，说觉得不要这样的处理，因为这样处理你会风险会非常大，会雇佣到非法外劳，要跟这些外劳说清楚，因为你现在是在工厂的外劳，在假日。没有上班日，也不能到外面去帮人家做农务。如果被发现，那些外劳比较遣送回国，那会造成你这样的一个人力不平衡的部分。另外，劳工局也强调，部分外劳会利用下班时间到农地，也是其他所在拍零时间，安尼也是违反就业服务法的规定。一旦被查到，雇主将被开罚150,000以上到750,000以下罚金。提起民众甲事业单位，卖因为一时的方便，颠倒损失搁较侪钱。记者崔玉文，郭佳明市政府采访报道。